噶啦。就系步伐袁飞骑落麻麻地，甄永权骑落亦都系麻麻地啊。而家见到人生开心，咪已经出咗头噶啦。入边内档啊，萧炎尖子拍住咧，另外就系灵仔喜宇一齐斗啦。但系呢个时候，萧炎尖子三分两半过咗咧，人生开心，萧炎尖子赢埋第二名，人生开心。哇，第三名有变数啊，未必系灵仔。